谢作家。王小倩，王小倩，快点给我咕噜过来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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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爱我在风雨之后。你干啥呢？在家练歌呢。不是，这都啥年代的古董？你搁哪儿淘的来的？现在谁还拿着录音机听歌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肤浅。这台录音机对我家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啥意义？想当年我爸就是用这台录音机在我妈上下班的路上对她围追截堵，用一种不要脸的精神俘虏了我妈的芳心，于是乎我就诞生了。怪不得你脸皮那么厚。我要继承我家的优良传统，要向我爸学习，用他的方式追求你，感动你，温暖你，黏着你，粘着你，呼着你，征服你。哎呀，你可别恶心我了，行吧？你说你那大脑子瓜子一天都寻思啥？寻思你。少废话吧。对了，我找你有正事儿啊。啥事儿？是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我看你一眼我浑身难受。我不难受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那啥，我家门锁坏了，我已经打电话过去叫人修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你在这帮我看一下家啊。我有急事出去一趟。你干啥去？找谁去？我呀啊，我找田笨笨去约会去。你管得了吗？小美玲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啊？你找田笨笨约会去，让我给你看家，你肚脐眼吹喇叭咋想的呀？过一看。那你再跟我厉害一个，你看不看？不看。你看不看？看。贱皮子吧，好好看着啊。白看呢？那你还想咋的呀？给点奖励呗。啥奖励啊？来来来来，我给你奖励，来来过来，有有 有, 有, 有。哎呀我的妈，给奖励，给奖励，给奖励。我告诉你啊，给我好好看家。小米粒，你行啊，我要是给你好好看家，我就是你孙子。你走我就走，我住你家一会儿就进贼，把你家东西全偷光，最好把房子都扛走，这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愿望。招贼。楼下来，这哥你不让我快点吗？不然你快点，你也不能把我排到呛里面去。啥事儿？你自己下盘不稳，不走。咦，那家是不是这家？那按报修单上那就这家啊。这门咋还开着嘞？你不知道啊？咦，热你呀！啊，有人没？有人没人？媳妇说他家还打抢呀？不是哥，你别害怕，我手机铃声儿。你能下来？你说你啥铃声不好？你怎么打抢了声音？那神经病！大老爷们儿嘛，铃声必须得霸气点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哥，那个你先休锁，我要给你找找他们家人去啊。拜老人家不烦啊？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有人在家吗？家里有人没？你小问题，楼下来。哥你看这是啥？破录音机。什么叫破录音机？一点都不懂。这可是经典款限量版已经停产了的老牌录音机。你也知道这么些年我一直收藏这种东西，所有的型号所有的款式基本上都有了，就差这一个我没有。万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我碰上他了。哥你说这是缘分。咦，哪是人家的东西啊？又不是你的。那
不是我的，我商量商量买过来呗。你想买就买啊，人家不卖你，你不卖不要吗？我花高价，我肯定能买过来。哥，你身上带钱没？我没带钱，我出门那嫂子把我身上的钱都搜光了。这么忙，今天我先把它拿走，明天我送钱来。够了，你疯了你？那是带的东西，你随便拿，那不是偷吗你？是，我也没说拿，我就喜欢他。你真的，你让我揣兜里边，我歇那一会儿就。那就是偷。不是，那我要放这儿呢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儿呢？那不是偷。我就揣兜里试试合不合适。那就是偷。哎呀，那行，我就跟手里这么攥着。神经病！一会儿人来了，我跟他好好商量。哎呀，什么？光顾着生气了，录音机让他压。我的，你能撒开不？这录音机是你的呀？啊，你说这事儿咱俩还有商量没？能，你先撒手行不？行，哥，你不能这么商量。商量没用，我放哪去？这你看你那人老急火钻脸呢。你是谁？我是这家少主人。给钱了。凭啥呀？凭啥，大哥？这个理由很充分，怕啥来啥，没想到美好的愿望实现了。我不是舍命不舍财的人啊，我兜真没钱。那你要没钱，我把录音机拿走行不？行。不是，我要钱。哎呦我的！我那心怎么还没呢？我那点事儿就欠了我呀。哎呀，我说命运。您这是连啥来着？不是，大哥，我真没钱。你不就想要钱吗？啊！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在这儿坐着等一会儿，有钱人马上就回来，行不？要不咱等会儿？那坐会儿吧。坐等会儿。我给你俩，我给你俩拿点吃的去。看咱好像都饿了都。哎呀，坐着歇会儿啊。哎呀，哥，这事儿，这录音机这事儿，武功能成，他能给我。能成咱也不能要，咱要要钱。不是你要钱干啥？我觉得录音机比钱重要。我出门就是来挣钱养家糊口，我就是要要钱。你呀，就是没追求。我告诉你，这录音机老好。录音机有啥用啊？哎呀，你瞧你俩吵吵啥呀？你一惊一乍的，还能好好合作吗？那你俩呀，那呀？咋了这是？大哥。这关系啊，这还能吃吗？这这都是你的，哥。啥？冒昧的问一句，二位好汉干这行多少年了？咦，那可是有年头了，那是安家祖传的手艺。是我俩都祖传好几辈了。那你俩的祖师爷应该是石谦吧？你说啥啥的是个毛贼。那什么叫毛贼？那叫梁山好汉。那就是个毛贼。就是梁山好汉。哎，这好汉，你们都是好汉，都是靠技术吃饭的。那是差的有点。那个再问一句，你们最近干这活稳当吗？那从来没使过手。公安局不管吗？管呀。是不是最近管得挺松啊？不是，就我们在那儿吧，都有备案。对，俺都是在案嘞。完了，遇上老炮了。那啥呀？听弟弟一句劝啊，不怕万一，就怕一万。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淹着的。门口就是阳光大道。出去之后，世界都是你们俩的。不兄弟，你到底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就是说，你俩能不能出去？不得，俺要钱嘞。
录音机给你，能不能出去？那我能出去？不能出去啊！要这有啥用？我想去。不是，人家都说给录音机了，那我出去不就完了吗？你要钱，你要你的。那也不行，谁都不能走。我什么叫谁都不能走呢？那咱俩不走，录音机一会儿不给了。不给也不能走。不是你这人咋这样的？赶紧我咋了？走吧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你俩谁都不能走，你俩不走我走。哎，你站住！哎呀，站住！哎呀，我去你的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王强，你干啥呢？这是？李丽，你快跑！他俩是贼，把我绑架了，赶紧报警！谁是贼？还是怎么着？手缩了，一说我们俩靠技术吃饭的。你弄啥了？你这人？小明玲，小明玲，他俩是贼，他管我要钱，他偷我的录音机，他。我当然要钱了，我说完说你不给我钱。啊，就是啊啊，那他为啥偷我录音机啊？我谁说偷了？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买行不行啊？我说管你管你就管你，我不让你打你非得打，你打了要把咱俩当小偷了。那我不说我揣兜里试试吗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地方就没事了呗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地方就没事了呗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哎呀，我的命！咋的？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来咱家修锁来，我锁修好了，那这伙计把我就当一小偷了。你说他脑子缺啥？缺根弦儿。他缺心眼儿。就是个小锁锁了，他非说我是个小锁。啊，你俩是修锁的啊？误会啊，误会，误会你个头啊你！王小倩，你天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，人俩人就修锁，你搁这闹腾什么呀？还把我家门给我踹坏了，咋整吧？那师傅，要不你再给修修门？再给一份钱，哥，钱不是问题，修好了录音机都可以给你。哎，你说好没？那这锁我修了。兄弟，求你个事儿。但磁带得还我。为啥呀？这里边啊有我妈最爱听的歌。哪首啊？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。你说你唱来的是个啥呀？嫌我唱的不好啊？啊，你唱有的那你唱，我就不信你能唱我死好。你唱，你唱。这么着，哥，你露两嗓子让他瞅瞅。我现在我修锁去。唱来着。